很多人说我是假怀孕，上个月才公布怀孕，现在就说自己怀孕4个月了，肚子是假的吧？其实老粉都知道，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怀孕了，但是因为我的身体太差了，所以没有保住。所以这一次怀孕，我特别的小心翼翼，前3个月都不敢公布。以前我是不相信这个的，但是我现在是真的害怕了，所以差不多3个月了，我才给大家公布的。也感谢上天再次给了我当妈妈的机会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对了，今晚7点我也会直播哟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